好，同学好，这个现在五分钟。大家好，这个小平 Double L 安CF Jason， 对你们这个啊哦坚毅，坚毅好久没都没丢东西上来了。David 也好 ，David 好。坚毅以前最早的时候是蛮那个，几乎什么课都丢这样的，但是常常丢啊会进步啊。这个你看看，我认为所有同学里面进步最大的就是蹦，他几乎没有一堂课缺席过，然后没有一次啊他没有丢东西上来的，他是进步最快就是他了。而且他这里面同学里面他年资最浅了，弹琴的时间最浅就是他了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先看一下，既然提到他了，对，看一下。要帮我伴奏就对了，好，我听一下看看。这个当然是训练这个，训练大家的和弦背和弦，就我的歌有啊。It's a girl in your heart, then you got everything. When you hold in a dream, you've been dreaming in your home. You're as rich as a king. So hold her tight and never let her go. Day.Let her know you love her so. With the love of your life, spend a life, tend our love, making you forevermore. 好，因为这个这首歌啊，我自己自弹自唱都自弹这个西调呢。但是如果找人家伴奏，像蹦帮我伴奏的时候，我吃。当时会感觉到很吃力啊，因为感觉上不是自己在弹的，而且当我声音高上去的时候或什么东西，我可以用琴来掩饰一下。可是他现在就是静静的，就是永远拍子打给我这样。好，这个再看另外一片好了。这边和弦呢、啊，哒啦哒啦哒滴哒哒啦哒滴，哒啦哒哒啦哒哒，哒啦哒哒滴哒哒啦哒噔，哒哒啦啦，哒哒啦哒滴，哒哒啦，哒哒啦哒滴。西米，就多了两小节出来，但是没有关系了，别不要那个强求就对了，他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。当然是这个是网络课、啊、跟实体课
实体课的话，这个我就当场，如果他帮我伴奏的，我可以当场这个修正他一下，跟他讲一下。可是实体课很难的，就是这不网络课就很难的。他这边多出来的，比如他拉瑞，对，手哆发西再咪拉再瑞手哆拉瑞手哆，这边错掉了，这边有一点不是这样一路下去，就稍微差一点点，没关系啦，已经很厉害了。最重要重点拍子打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和弦进行的话，只是跟那个原曲是那个差一点点，就是不过这样是不错，已经算很棒了。好，这个看安的好了，安的这首歌我挑出来是因为啊，它和弦进行，我挑出来的和弦进行都是很好记的，就是那当作公式在背。那实际上你们学，我为什么要叫着？其实你们就等于说你们是琴师嘛，对不对？你想象看你琴师的话，你要想你上台之后，对不对？你要帮人家伴奏，伴奏的时候你第一步工作，对不对？你要把歌开进来。对不对？把歌开进来，然后让人家唱。那你开进来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就开个抖发手都这样的，可能你们这首歌还不熟啊。那如果你熟的话，你当然是弹旋律啊。但是不熟的话，你就靠即兴的这样的抖发手都开进来，抖发手都，对，然后大概人家就会唱进来了，唱进来，然后你就是伴奏，就跟那个安的这样伴奏一样，伴奏完以后，那个你就要间奏啊，间奏就弹旋律啊。如果旋律不熟的话，你就其实最后还是重点目标就是练习即兴就对了，
抖抖发发手手抖抖，这样，那看你自己的功力就对了。如果像那个谁啊，那个 Sandy， 他是什么都他就即兴出来的，就在尝试，然后再从然后即兴完之后再从副歌发抖发和弦进来嘛，主要是记那个副歌的和弦进行发抖 re 手背起来，重点是叫你们背这些东西。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，你不管怎么样呢，你总是要有一个表示，对，抖发收抖就这样结束掉了。然后以后你们功力更强的话，你比如说你帮我伴奏，你看我，因为我刚刚唱西调，其实西调是蛮高的呢。那你们帮我伴奏降 B 调，那你们重点是训练你们就是你要练习要降 B 调，对，然后这抖发手都降 B 调的发抖瑞手练，主要是练这个东西呢。这个比较很有用就对了。这个 David 的摸骨术啊，都 David 现在这个已经红遍江大江南北了，大家都知道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啊。